你要问我为什么选这些队伍，我只能跟你说，没有，就是靠感觉。What the fuck！ 我要秒杀小啦！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 Skin Club 所赞助的最新影片。那我们今天呢 ，Skin Club 已经推出了一个最新的活动，那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Major 的赛事到来。CS2 First Major Best Skins. Are you ready to pick 'em? Skin Club starts a new season of predictions for the Major in Copenhagen. Are you good at CS? Prove it and become the best, making the most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win a Dragon Lore. Be a part of Cybersport and watch the Major with Skin Club.那你现在呢来到我们 Skin Club 可以来预测我们 Major 的晋级的队伍，就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奖项 Dragon Roll， 我们的龙驹最大奖，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会一一跟各位介绍这一次所推出的这个活动呢需要怎么参加，像我的预测就在这里啊。过去的预测我们都是在信心满满之下 翻船了，所以这次呢希望各位可以按照自己心里的方式去预测吧。我们都知道上一次是怎么翻船的，这次千万要记得上次的教训。那这是我的预测，如果有想要的人也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选这些队伍，我只能跟你说，没有，就是靠感觉。毕竟上次那么认真选都没有一个好结果，那这次我就靠我的感觉这样子选了一下，那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个预测活动呢，最好的奖品就是我们的龙驹，千千万万一定要记得上来玩一下这个我们的 picking 的活动，这个我们的 Skin Club 推出的最新活动。那要怎么参加呢？每一个阶段你只要预测成功，他就会送你一个箱子，好不好？像我们第一关如果过了，我们就是白银级的，我们就可以赚取10点积分，而且呢他会给我们一个箱子，那我们免费获得。你只要在活动期间在 Skin Club 上面储值50美元就可以获得这个 Pick Game 的箱子。那如果你到了黄金级，好不好，你又过关斩将获得黄金级， OK， 一样只要有储值50美元以上就可以拿来一个活动箱，那奖品就在这边。甚至是钻石级，如果你真的预测的神，你有机会达到钻石级的话，那绝对会是最棒的，好不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个实力可以预测，那就是会拿到这边的这些好奖品。如果你已经到了白金的话，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Dragon Roll， 好不好？那记得用我的优惠码，等一下下方连结会放上我的促销优惠码，那你就可以点进去使用我的优惠码，那就可以 获得更高的那个武器箱的几率。我们最高最高最好的奖品就是我们的龙驹，大家一定要记得马上来参加，马上来预测。开始今天的抽箱子环节，哎 ，AK47 箱吗？打开来看看 ，Go！ 会拿到什么 AK 呢？好黑哦！冲！冲啊！来把 ICC 吧，圆梦！哎，再过去一点，好黑哦！呵呵，这箱子试试看好了，这个彩虹小马 57 感觉不错，冲！但是当然最想要的是一个手套啊，或是刀子。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每一个都没有出现？哇，这一把有38块，小钻欸，小钻小钻小钻，再一次再一次，这箱子感觉运气不错，冲！刀子，完啦，大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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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着急哈，大家都还知道我们还有最重要的那一个环节啊，升级系统。这里也有帕鲁，那就抽一个看看喽，冲！
为什么帕鲁会有 P90？ 再抽一个，再抽一个，喷子箱哦，刀子，21块，有这么多原版刀，试试看，气矿麦，冲！哇，就是有这么多刀子，然后我还是让他从我眼前划过了。你觉得你这个不是这么想要的，你就进来我们的升级 update 环节，然后选一个，然后不要一次超过太多，像我这边13、16，好不好？一点点就好，这样几率比较高。小技巧啊！这个小技巧呢，可能不适用于我，但我相信你们的运气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升级上去的。我相信有电枪了，升级一个，升级一个，电枪。有了吧？哎，撒扑！我的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再一次，再一次，再喷一个，再喷一个，怪怪的、啊。这一次算了，我不要自己选，我给电脑选。啊，就一把狙好了，冲！完了，他这个速度就是不会停下来了。超级衰的今天，OK， 大家也不要灰心 ，Skin Club 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平台，大家在各大赛场上面 ，CS 赛场上面一定可以看到他们的存在啊，所以这一次输不代表你下次一定还会再输，好不好？毕竟我们也是箱子里面有一些好物，我们也不是从头输到尾啦，当然我们也是有赢过，这是我们 Skin Club 所推出的最新活动，这个竞猜的环节。那你只要呢登录我们的 Skin Club， 注册一个账号，设定储值50块美金50美元，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的机会。那当然你只要预测的越多，机会就越多，然后我们的终极大奖呢就是我们的 Dragon Roll， 我们的龙驹。那希望祝大家都可以在你的竞赛环节都可以中奖。OK，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下一支影片就是来看看我们的中奖几率，我们的竞猜的成果啊。这一次我是猜这些，好不好？下一次就看我们竞猜的成果，看究竟是我会猜还是你会猜。OK， 那我们 Skin Club 下次见，拜拜。记得来拿我们的 Dragon Roll 哦。